Week， 叫 Passion Week， 苦难周。啊，这苦难周的第一天呢，就是 Palm Sunday。我们周报上面也有写 Palm Sunday， 就是中树路吧？中树路，就是纪念说耶稣基督骑着驴驹，他进入耶路撒冷。当时他进入的时候，民众说：“侯桑啊，侯桑啊！”就是在欢迎这个王。想不到再过几天之后，他是走上十字架，走上各个他一个第十字架。今天我在众福堂里面哈，跟大家分享的是 Via Dolorosa at that time， 就是众受苦难之路。当时，第一部分，为什么第一呢？和第二呢？因为第二的话是在英文堂，第二，在英文堂的时候，我也讲到 Via Dolorosa， part two， today， 今天，是有不同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下，这个苦难之路在当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经历。来思考当时的耶稣在苦难之路所经历的、所承受的。在英文堂呢，我就会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在今天这个 Via Dolorosa， 今天的时候是情形是怎么样？今天呢 ，OK， 主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聚会，你召集我们在这里。主要我们来思想当时为我们所做所为的事情，主要就是因为你上了十字架，我们才有今天有这个有这个福分，我们这里的生命。主要我们今天的从头到尾，求主你同在，求主来掌权，我们一起荣耀归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我们念过了马可福音，其实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尤其在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最后一周，就最多，就是 每一个福音书里面，今天只是请大家去念是在马可福音，但等一下的话我会还会引用到其他的福音，马太、路加，尤其是什么带领路加福音。所以你们想说 Via Dolorosa 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些人知道，可能有些人不知道。Via Dolorosa 听起来好像是西 Spanish 啊 ，Rosa Rosa 啊，也像是女孩子的名字啊，是不是？Via Dolorosa 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啦什么的哈。那我刚才说当时候跟今天的时候怎么样？其实不是哈 ，Via Dolorosa 是一个，等一下我解释哈。我今天那个我分成三段，第一段哈，我要讲是 Via Dolorosa， 第二段呢，我是讲 Via Dolorosa， 第三段呢也是 Via Dolorosa， 但是每一段不一样啊，所以不是我会重复三次啊。好 ，Via Dolorosa 那是个拉丁文，拉丁文，有没有人学过拉丁文？因为我们高中有些小孩子他们学 second language 的时候，拉丁文也是其中一个选择，Via 是个路 ，way， Dolorosa 呢是 sorrow or grief， 苦难，伤心，所以呢，整个 Via Dolorosa 呢。我们就说苦难之路，中文就是苦难之路，有时候我们就说是个苦路，苦路，简称叫苦路。OK， 为什么会叫做苦难之路？为什么叫苦路？好，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想，因为我所听、所了解的 Via Dolorosa 听到的话是首歌，是首是在 Christian music 里面。基督教的音乐里面，如果 你注意过话，你会听到首歌，这里看到说，
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苏州的国际教会，我们的 choir director， 他在复活节的时候，他唱《Via Dolorosa》啊，《Kimberly》。那时候我最被这首歌吸引到，很美妙的一首歌。再来呢，第二年呢，他就 Kimberly 就带我们这个诗班来学唱这首歌《Via Dolorosa》。如果你有到 Florida 去 ，Florida Orlando， 最有名的是什么？Disney World， 对不对？大家去的时候，我要去 Disney。其实呢，那里呢也有一个地方叫做 Holy Land Experience。OK， 这个如果是我们基督徒的话，要去，一定要去。啊，当然也有什么有讲到Tabernacles， 也有看不同版本的圣经啊，什么很多东西哈可以学到的。其中呢，在下午的时候三四点的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外面广场里面会演耶稣受难的过程。啊，他们的员工呢就扮兵丁啊，有个扮耶稣啦，什么怎么这样？然后我们这些参观者的当中民众。当那个演的时候，有位歌星，他就在唱《Via Dolorosa》这首歌。Okay? 对，《Via Dolorosa》是这个首。那时候我的概念就是这首歌。所以我们来听听看。Together,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It has the most incredible ending for all of us. But this story begins simply down the Via Dolorosa in Jerusalem that day. The soldiers tried to clear that narrow street, but the crowd pressed in to see.This man condemned to die on Calvary. He was bleeding from a beating. There were stripes upon his back. And he wore a crown of thorns upon his head. And he bore with every step the scorn.Cried out for his death down the Via Dolorosa, all the way of suffering. Like a lamb came the Messiah, Christ the King. But he chose to walk that road out of his love for you.Down the Via Dolorosa, all the way to Calvary. Por la Via Dolorosa, triste día en Jerusalén. Los soldados le abrían paso a Jesús.Mas la gente se acercaba para ver al que llevaba aquella cruz. Por la Via Dolorosa, que es la vía del dolor, pobre ha vino Cristo, Rey Señor, y fue Él quien quiso.Por mí, por la Via Dolorosa.
dando via dolorosa all the way to Calvary.
孤楼地区，你想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经历。第一站的话就是在他们叫做 Antonio Fortress， 比拉多的他的那个雷堡那里，啊，被审理。那你这里，我用的这个图呢，这个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在 Stonebridge, Massachusetts 麻省里，那边有一个修道院，啊，有人奉献，啊，做了一些铜像，就是把这14个站，啊，的景象把它做个铜像做出来，啊，这是 我把它拍下来的，啊，第一站就是 Jesus condemned to death，啊，当时我被判要钉十字架。你看到比拉多的时候在做什么？在洗手，他说跟他没关，他不负责。OK， 这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写。比拉多说他做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喊着，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就拿水在其中一层洗手，说：“由这人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你们住这负责。第二站呢，就是耶稣拿他的十字架，背上十字架。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衣服，带去钉十字架。再继续往前走，在第三站的话，这里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哦，但是在传统里面说，这里让耶稣第一次跌倒。所以在14个站里面有几个是在圣经上没有的，哦，至少有4个在圣经上没有记载的，这是第一个。他跌倒以后又起来往前走到第4，他第四的时候他也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想象到玛利亚看到他这个儿子。跟他住了30多年，看到他要我知道他就是要去受死，他的心可以想象到多么痛。再来第5站，西门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这里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你再继续下看看去的，你看这个像的话，你都会有看一个人，这个就是西门，哦，都一直帮着耶稣抬这个十字架。在这个第6这个 station 的时候，有小时候 Veronica， 这是个女孩子，帮耶稣擦脸上的血跟泪。Okay， 这个不是在圣经上没有的，哦 okay。 所以你看到他那个手巾，哦，上面有耶稣脸的像，哦，印在他那个手帕上面。再往前走，在这里耶稣又再跌倒一次，
可以想象一个人一个半整个晚上根本没有睡觉，整个晚上被至少五六次的加勒审判，从西利王到比拉多，比拉多到西利王，这样跑来跑去。不但这样，在整个晚上被折磨，整个晚上被鞭打，根本没有睡觉，没有休息，没吃没喝。哦，现在他还要抬着这个这么重的十字架，怪不得他又跌倒又跌倒。他起来就在往下一走，那时候这个圣经上有记载，他回头看一些耶路撒冷的妇女在那里痛哭，说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好，再往下一个，第九个。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弯弯曲曲？其实这个 是今天，哦，我们走的时候会这样走，哦，一直到这里，哦，各个他，但是因为今天的话这里有很多墙啊房子啊什么话，所以在走的话就变成要这样走，再绕过去绕到这里来。哦，第九的话，耶稣又在跌倒一次，已经在受不了，太累了，太重了，支撑得不住，又再跌了一次。所以传统说，整个苦难之路，耶稣基督跌了三次。一直到各个第十到十四的话，各个他骷髅地都在同一个地方。这里他说他的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就抽签他的衣服，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又抽签分他的衣服，看写得到什么。他说兵丁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钉十字架，他们把这个犯人放在十字架上，就把他钉在十字架。到了那名叫骷髅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大家看电影啊，看影片啊什么，大概都大家有个概念，钉十字架的情况是怎么样？哦，是罗马他们一个刑法最残忍的一个刑法。当时候把一个犯人活生生的就把钉在一个木头上面。他们用的那个大钉子，好像这样这么大的钉子，没有消过毒，可能会是生锈的。或者是本来过去钉过钉死过另外的犯人，又拿过来
在重用。大家可能说，有时候会说钉在锁场上，其实不是，它是在锁碗这里。OK， 先把它手张开，就放在这里，就拿个大锤子，就这样钉下去，钉下去。那个犯人在那惨叫，但是兵丁呢还是继续钉，可能这个兵丁他是在他实行他的工作吧，可能他习惯了，他在叫，他实在是钉在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低头，另外手不钉，在两只脚被钉下去。他们钉好了，他们就把十字架抬起来。耶稣基督在中间，左边一个犯人，右边一个犯人。这样，耶稣在大声呼叫，就断，气就断了。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耶稣的身体就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在路加福音说，他把身体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石头凿出来的坟墓里。这坟墓是从来没有站过人的。他们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拿下来，用裹尸布把它包着，放到一个从来没有站过人的坟墓里面，就这样。耶稣被就当天就被葬在坟墓里，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在石磐石里走出来的。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人，然后才离开。好，我们再。知道大概这个比亚多罗的事情，因为这个版本比较残忍，或者说残酷啊，如果你想看这个话，就每一个 station 的景象就在里面。Yeah.
所以在这个苦难之路，大家我们一起刚刚走过了苦难之路，上面有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人在里面。你是属于哪一类、哪一种人呢？你想想看，在这苦难之路，一个比拉多的太太，在圣经上他说，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的妇人派人来说，你不要干涉这个义人的事，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马太福音。这是比拉多的夫人。比拉多呢 ，Pontius Pilate， 总督比拉多说，他在马太福音二十节，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我们在苦难之路，是不是跟你无关？我们这里如果有没有接触耶稣基督的，没有相信他的，他是不是跟你无关？你们自己负责了吗？可以吗？我们的罪要怎样处理？或者这个群众，有的喊着说，我们宁愿要巴拉巴，甚至说把他钉死之间，我们是要选择巴拉巴吗？我们是要选择有罪的人吗？我们要选择这个事属事的事吗？我们要选择巴拉巴吗？我们是不是像这个群众一样，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到底是在苦难之路，我们是属于哪一位？或者是这个西门苦力拉林，他是被强迫的，他不得已的，他还去帮耶稣背起这个十字架。今天你是不是也是被强迫？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在背十字架？你是不是心甘不情愿的？还是我们很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还有门徒，当时门徒这么多，当耶稣在走苦难的路的时候，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一个一个都不见了。可能约翰还在，因为我们说在十字架下面，我们知道还有约翰，但是其他的西门不在，马太不在，很多都不在了，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们今天耶稣的门徒在不在？我们所称为 Christian， 耶稣是耶稣的跟随人，我们都是门徒。当到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在哪里？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想想看。那最后有些妇女在苦难之路，她们在这里伤心痛哭，她们想做又不能，做不了什么，帮不了什么。我们看到刚才有圣经上是没有记载， Veronica 她拿着毛巾看到耶稣血汗满脸，
当时拿去，他还是壮着胆，把那个毛巾来擦他脸上的，所以流的那些血跟汗。所以在苦难之路，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角色，是哪一个人？我们从耶路撒冷，我们在现在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到意大利去，在意大利有个城市叫图里，如果是在米兰的话，我们知道有最后的晚餐，那个达芬奇的壁画。你再往东走，坐火车一个多小时，有个城市叫图里。图里的火车站下来，往北走几个 block， 有个小的教堂，现在就存着一个裹尸布，Strout。我们叫它 Strout of Tuli， 裹尸布。这个裹尸布的上面，你看的话，这个被裹尸布裹的这个人呢，头上有些血迹。看到。如果全身的话，看全身正面跟后面的话。上面，你的手上，你看到有一个伤痕，这 wrist 上面有个伤痕，看到脚上也有伤痕，甚至更这个背上，那背上有很多血，什么？很多血。痕迹在上面，这个裹尸布所包的那个人，那个尸体会是谁呢？当然你们是说是耶稣基督，但是有些人不相信的，他们就是有方法，他是说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被这个裹尸布所包的这个人的话，他是承受过，是承担的刑罚，他在生前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事情，头上的伤痕、裂、手、脚、背。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在苦难之路，耶稣基督他所走这个路上所受的伤很类似，很类似。好，我们来，刚才说 Via Dolorosa 是首歌，也是有个首歌，这个是中文的版本，我们一起来练，来到 Via Dolorosa。借耶稣受难当天，兵丁在云雾，群众在拥挤，在那纷乱烦恼里，在那未被判死下场的临死，还被鞭打，四处咒骂，连夜上门，还被杀，被众人讥笑，金冠戴在头上，看他却人走几圈，还能剩一切要逼死他的。在 Via Dolorosa 走上受苦的道路，弥赛亚降临，羔羊是生命，他甘愿走这条路，因为深爱着我和你。他在 Via Dolorosa 一直走向哥哥他。基督的宝血满有伴侣，洁净万种心，救救到万金心。他在弥亚德罗萨走上受苦的道路，弥赛亚降临如羔羊舍生命，他甘愿走这条路，因他深爱着我和你。他在弥亚德罗萨一直走向哥哥他。所以在回应的诗歌，我们就来唱，唱这首歌，现在我是一个中文的版本，又是另外一个版本，来唱。